嘿，呵呵，可以动了耶！哦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老陶啊，今天要来实况这一款游戏，叫做叫什么忘记了，我看一下哈，叫做《圣灵之子》啊，这一款游戏呢。 好像类似动作解谜的游戏吧，那我看到它的评论应该是压倒性的好评，然后很多人都说这个游戏的音乐非常的好听啊，光进来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声音，我就觉得的确声音的确非常的好听。那至于它的剧情是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也不太晓得。 那既然他又是内建又有简体中文，那我大家就可以知道剧情是在演哪一出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下去吧，看看这个奇怪的剧情。燕子巢，那我现在身为一个肥仔啊，走路不停的摆动他的双手啊，那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功能，就只能左右 AD 左右移动而已。 然后这个胖子可能刚才在那个峭壁那个地方看到有一个光影落下来，所以就这样子走了下来，然后靠近了这个很像不明的发光物体。嗯，不是这个东西啊，哦，是这个，好像一片叶子之类的，哦，发光了。纳鲁江湖。 光芒入怀里，哦，这个是白色史迪奇吗？如亲子般抚养嬉戏，哦，耶！现在我现在化身成这只白色史迪奇。
所以就是说，我是从天而降，然后被这个肥宅捡来的一个宠物，就是看来动作蛮那个蛮轻巧的、啊，身手蛮利落的、啊。哦，一出来就是一个非常祥和的音乐啊 ！Hello， 肥仔，嗨耶！哦，咬树耶， yeah, 要吃苹果吗？谢谢。干嘛画叉叉？怕迷路啊？可能是怕迷路吧，所以要每经过一条路画一个叉叉。耶、yeah, ，开心的肥仔。哇，好多好多果实啊！有吃不完的果实啊！啊，我跟肥仔是好朋友耶！嗯，享受没丰盛的果实。哪里？又是我的回合啦！这个灯从左边打过来，在那命运交织的夜晚，我点亮了闪闪星光，是这样念吗？呼唤着奥里，奥里，奥里是那个死肥仔吗 ？Hello， 杰哥你好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他的音乐真的蛮好听的，听得有各种疗愈声。好几天没开了，嗯，算算有四天五天没开台了吧，因为都在忙啊。终于有抽空的时间，当然开一下。但希望从未降临。嗨，我又变成肥仔了啊！当个胖子真是不方便啊，连行走都有点困难。前面那一颗球就是这样子晃动着。啊，咱们，诶，什么？七龙珠。啊！捡到一颗龙珠了啊！你把龙珠丢地上，再去洞内全卷查查。你说你会这样是吧？怎么了？一道光芒一开之后，整个树林全部都枯萎了，时光就这样流逝，这就是岁月的痕迹。嗨，肥仔啊，肥仔扣血啦，暴毙了，生命也枯萎消逝。不要哭，你还有一颗龙珠。当森林闭上眼睛，耶、yeah ，哇，这么好。分给我吃叶，史迪奇，无面男，还蛮像无面男的，可是无面男没有这么肥啊。当我醒来时，我发现周围全部都变成枯黄枯叶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绿意盎然的森林就这样子变成了像战场般的摧残。哦，还有果实可以吃，呵呵，叶。采果实时间，希望却开始闪烁。耶、yeah, ，我往哪边走？带食物回家。耶、yeah, ，找到橘子啊！哎，不对，找到七颗龙珠了。哎，这怎么了？为什么会有肥仔的残影呢？哪里个？难不成？
也不可能吧？我只不过是出去捡个果实之类的啊。哎，怎么会有蜘蛛？呵呵呵，耶！吃了就中了辐射性，不能吃的啊！肥仔，肥仔，肥仔，你醒醒啊，肥仔！肥仔，为什么不醒来了？肥仔，哎、欸，肥仔，为什么肥仔死了？难道他代表这整片森林吗？好可怜啊！但是孤独地走向远方啊，飞仔怎么就这样子罹难了？他发生什么事了？放下对过去的眷恋啊，我只能放下飞仔，然后勇往直前了。真的好哀伤啊！哎，又是我的回合了。啊！搜寻着我的光芒。哎、欸，哎，虽然我才刚认识你没多久，胖胖的又那么可爱，怎么就这样挂了、啊？哎，步履蹒跚，而且我看到我这只史迪奇正在落泪啊，有点可怜。当世界以沉默回应哭泣，麦考啊，我知道你失去亲人很难过，不过路还是得走下去啊，有点痛的感觉。哇！当我的孩子步履蹒跚，哦，我要死了，这我要挂了，呵呵。啊，我也往生了。肥仔，我来找你啦。什么？一朵花儿，哦，绽放，哇！哇！Ending 了哦，还没 Ending， 吓死我了！我想这个游戏19美居然就这样结束了，那我玩屁啊，是不是？哦，终于序章就这样子结束了，我们开始继续我们的第一章哦，移动速度变好快啊！那这下面这是什么？不懂耶，感觉有点像音速小子，有没有 ？Sonic。按住可以跳高一点，什么叫按住可以跳高一点？按住！哎，之前永逼也是一样，什么永逼？是虚福特吗？不对啊，他说按住空白键，可是我空白键按了，他就直接跳起来了、啊，要怎么按住呢？大大。哎、欸，按住跳板键可以跳更高一点，耶、yeah ！嘿，哦，我懂他的意思了，他是
按长压，长压他就直接跳过去了，有没有？长压就直接跳过去了，我懂了。啊，那个长压跳不过去。哎，哦，原来这是我的生命啊，这个是我的生命之类的啊，碰到这个会扣血啊。好，大致上几乎摸透了这个游戏的操作方式啊。按住 S， 然后按空白键可以跳下平台。这是什么？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找到一个小精灵之光容器，精灵之光已填入你的小圈圈里面，圈圈。哦，请寻找更多的精灵之光容器来快速增加你能力点数。哦，这也有点数的、哦。角色扮演哦，呵呵，横向卷轴解谜角色扮演有点长。哦耶，跳跃。喂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不能碰的东西哈、哦，那会扣血啊。来看看啊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哦，踩下去会补血。你找到了一个生命碎片，收集它们来恢复你的活力。一样，补血就对了。Jump， 这是什么？你找到了一个能量核心，你现在可以收集更多能量来供您使用的。请记住，能量可以用来建立灵魂连结，来保存游戏进度。啊，这个是消耗品，所以如果这个拿来丢了，就不能储存的意思吗？是这意思吗？不懂。按一可以建立灵魂连结，游戏已保存。哦，哦，就在这里储存这样子。这是我的灵魂。好，我死掉，从这边开始。呵呵，可以踩吗？不能踩。哪里的？哦，对，三桥。哎呦你！哎呦喂！喂，大哥，不要这么凶嘛！我只路过啦，我什么事都没做啊，大哥。啊！笨蛋，呵呵，愚蠢！你找到了一个精灵之光啊！当你填满的时候，会增加能力点数一点。哦，也快满了哎！哇，刚刚那个犀牛哥有点凶哦。还好我反应快，Pro 级的反应呢，不然的话我早就被他撞死了。找回了失去的东西，所以我要去救里奥吗？这是什么？按下左键可以捡起这小小的光芒，我捡。我的力量正在恢复，我叫塞安，是精灵之树的双眼与光芒。你好。当他松手以后，我便迷失在了这幽谷之中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让我在旅途中助你一臂之力，好哦。别动，你听到了吗？他们一定是跟着你来到这里的，有敌人来袭。啊，大小。Spider-Man， 哎呦 ，Spider-Man， 好多 Spider。哦，左键可以攻击，去死的！哇、哦，请建立一个灵魂连结，然后在旁边按一。精灵之树曾经说过，他们的光芒终将归还于我。我们会在洞穴旁的灵池里找到它，前面有条小路。哦，这还有分一张一张一张的、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类似地图之类的吗？哦 ,tap 可以按住。然后我们从这里走。哦 ,tap 是类似切换地图之类的、啊。我们要在这里找这个精灵之树啊，所以我们要从这边跳过去。现在才讲。哦，这可以攻击。攻击的话有那个经验值可以拿。能力之术。可以开始点技能了。再吸收37个就可以得到额外的一个能力点数。
重新点燃，允许重复使用灵魂连接，已经缩短冷却时间。重复使用什么意思啊？不懂。精灵磁石大多数拾取现在会飘的奥里，奥里是什么？就是我刚刚吸的那黄色的这个经验值啊。再次充能前能发出三个火焰，是攻击取向的，攻击项，然后这个是吸收项，然后这个是点燃那个我的灵魂连结的技能方向。先点个攻击好了，试试看。返回。感觉好像有跟没有一样哎、欸。欸，他可以一直无限的释放，无限的释放啊！哦，会扣血啊！干，我死了。欸，我做三条命。太大意了。哦哦，这个蛮有技术成分的呢。完了，对于我这手残玩家来说，嗯，可能要死个上百回吧，哈。按住可以跳更高，了解。可是我更想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？精灵之井是仙骨建筑啊，与精灵之树的树根相连。当你感觉到疲劳时，可以吸收补充力量，来吸一下，保存游戏啊，游戏保存、欸。我怎么上去？这个好像暂时拿不到的样子。啊，先不要拿那个好，你先上来。往上面走，我们家试着往右边看看好不好？我还蛮好奇右边的哎、欸，我很喜欢让我们把那些还没探索完的地区稍微探索一遍。可他食物好像不让我过啊，我忘记了。欸，不知道怎么上去。跳上来之后没有路可以走了。跳过去，欸，可以。完了，我跳不过去。那条路可能暂时没有办法通过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左走好了。也升级了，这是来点什么？点燃火焰，增强你的精灵之火的力量，增加攻击力。大多数拾起物线啊，大多数拾起物，现在会飘向我这边。点一下这个好了。像我才吸得多嘛，对不对？多吸多健康。按住 Shift 可以抓住 E。哦，有。我刚看到这边有一个东西。你找到了气石，气石可以用来打开精灵大门。请记住，每一扇精灵大门需要气石数量都不相同。精灵大门可以干嘛？啊，手残了，手残了，来补血。
叮咛大门挡住了路，人们在天下大乱之前建立了这个藏身处。传说中的气石一定就在附近。要到达精灵之树，我们必须先穿过这扇门后的精灵洞穴。耶、yeah, ，先给你，差一个啊，我差一个，应该在上面，没有记错上面。哎、欸，来回走过去走回来，怪就重生了、欸。这样是不是可以无限练经验值啊？好像可以无限练经验值的样子。每次打完就有三颗经验值。果然在上面。什么东西打我啊？精灵洞穴。然后这上方是空洞树林，我们的目的是要到精灵，是要到空洞树林。要先往哪里走好呢？我靠，一下我就死了，好强哦！那个等级有点高哦。哇，东西都要从哪？哼，无言啊，死掉的东西要从哪？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刚刚在那边没有建立那个点啊。灵魂连结，重生点要重新建立一次啊，不然的话你，我刚刚建立的时间点在东西都还没拿之前啊。在这里建一个灵魂。哎、欸，不能用哎、欸，这也不能建立灵魂连结，靠技术打死怪，来试试看哦。哎呦，嫩，哎、欸、死了哎、欸，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喷，有点小气。这里有什么？杰哥，你看过那个吗？因为你的问题一直都在吧，延迟、延迟，不断的延迟。哦呦！我有一种想要先上去的 feel 欸。好啦，我还是先上去好了。欸，这怎么拿？我先回去好了。我的连结先不要建立在这里啊，我要先建立在那个上方。立马复活。立马吃经验值，我们往上走。哦，两滴把你玩到死。哦，这个很硬哦。打不赢，应该要什么特殊的道具把它打破吧。哦，我多一个生命了，我灵魂连结建立在这里好了。今天还没开始，哦，那可能晚一点就开始了吧，我觉得。
上面过不去耶。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从这边靠上去，往上靠。好，走看看吧。靠更新，全部都是技术啊！靠技术啊！来开个技术台之类的哈，老头技术台。热血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有剧情。奥里，这是一颗地图石，古代的制图工匠用来测绘慢慢扩大的尼泊尔山森林。这是其中一颗，有一部分不见了。如果我们能找到地图石碎片，或许有办法复原。够啊，这边有一块，现场就一块示范了这样子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是开门的，这是开门用的。找到一片了，另外一片一定在前面。我打赌在下面。哇，我没看清楚那是什么哎。还有扣血，哇！我这样下去会不会回不来啊？我越来越下面了，离我们的任务有点越来越遥远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东西要重来了啊！有点不爽哎、欸，真的是哈，通通拿去做基金，通通做基金，没得，重拿，好，这我看过了。闭嘴！好，拿到一个了，摔死！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是空洞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注意看吧，呵呵，应该是我没有注意看。我来注意看看，为什么会摔死？然后又升级了一次。哎，好作弊哦！他这个可以打那种过不去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是在这里摔死是不是？哎，不是哎、欸。哎，那我刚刚是怎么掉下去的、啊？刚刚是 bug 是不是？嗯，越来越奇怪了、哦。我刚刚是掉到地图以外的地区，就是。这样子也能死掉，也太猛了吧！我来点技能，我们增加一下我们那个精灵之火的攻击力好了。还有那些紧握的希望，安如大只的史迪奇，随着软软软软软软的，这是什么？永远忘不了精灵之树的光芒，所以我们之所以留下一口气在这世间，都是为了这棵树啊。多年以前，他陈大教叫说要找到你，啊，但那时我们遭受敌人的袭击和追杀，而身负重任。事到如今，就只剩下这先祖之树了。靠近一点，感受一下 ，Fin。的光芒哦，这颗精灵就藏在这里，这棵树里面吸收。
哇，获得新能力，谢谢哦，学会了飞檐走壁，有点猛哦。飞檐走壁，哦，有了有了，你找到了一个能量核心，你现在可以收集更多能量供应使用，其密度能量可以用来建立连结，我可以放两颗，呵呵，三角跳，你的洛克人的那个吗？哎，我靠，这个。这个伤害物做的跟背景一模一样，完全无预警啊！莫名其妙的扣血了。哦，攻击变好高，三角跳，嘿，嘿，体操选手有没有？那这样子我知道我那边要怎么过啦，有个地方上不去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哪里上不去，这里上不去，我可以直接上去的耶，太好了，我们直接去找那个精灵之树吧。上来了，笨蛋！这里这里这里，刚刚就是这里上不去。有没有伤害？没有，看来我的威力还不够啊。气死啊！欸，掉下去了。每一个都是能量啊，不能浪费啊。欸，不行哦，我还是跳不上去。哇，我以为我跳得上去呢，原来没办法。算了，还是回头。回头是岸吧。哦，就怕你。啊啊 ！Fuck you！ 这是什么？有石头耶！哈喽！嫩！这边有东西哦，隐藏的东西。经验值有丰富的蛋白质，这种解谜这么简单，一看就知道怎么过了哦。什么一路顺遂，太简单了，实在是太简单了。耶，两个都拿到了，太好了！这是什么？我推，垂降了下来。那个，你找到一个地图石碎片，耶！我有一个地图石碎片。
我们来建立一个灵魂连结吧。我不想要要重新开始啊，我会想哭的。我们去把那个地图碎片拼凑上去吧。耶、怎么了？哦，地图全开，应该是说稍微地图全开，还不赖哦。Fling。啊，有点痛，完全在吃招欸我。嘿，耶！再来，再来啊！哎呀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！哇，声音低耶、欸！别这样好不好，大哥？在这里进入复活点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上来了，补血啊！他妈的！我为什么要去？补血啊！哦，是我太小看这个游戏了吗？其实没什么难度的 啊，只是不小心，哎，也迟到了。谁可以告诉我这怎么上去？干！刚破关好游戏。我刚开始玩就觉得这是一款好游戏了，除了这个目前为止来说还没有接触到这关之前，我都觉得是个好游戏啊。我现在应该在这里死了十来次了吧齁。啊干。我要以气呵成。我无所畏惧。上啊杀！啊！对，哎，跳！哎，这边建一个储存点，我跳，我再跳，再跳，我再跳，哎，我上来了啊！太好了。老头老马台，后面真的会吐血哦？不会吧？不是吧，大哥？我前面就有点让我有点脑出血了，我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以前的精灵们把能量大门都堵死了，只要收集足够能量核心，就开始前面的大陆。所以说这个要四格，可是我只有两格，不够耶。就算 CD 好的话，也只有两格。耶，我上来了，这要怎么下去呢？哪里嘎？为什么我又回来了？为什么？哎，上来了，要去读这个无言的剧情。阿们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你，哎，我没死，我要这么上去，请说说。耶，我上来了。
哦，终于灵魂就绪，太好了！我在这里储存，实在太可怕了，这个。哎，三角跳，干净利落三角跳，你快吐啊！哎，你不吐了、欸。哇、哦！该怎么说呢？我明明就已经奇怪了。他是，哦哦哦。哦，上来了。欸，我怎么我四格这么多？我都不知道我捡了这么多东西耶。哦，原来是上人。可以呢，你看我成功的成功的通过了哦、喔。不费九牛二虎之力，我过了。好了，巴达扎，巴巴巴巴巴巴。我的屋里你所让的他，误入歧途的下场，怎么了？误入歧途。精灵之树，他一定耗尽了一切的力量去救你。哦，原来我是被精灵之树所拯救的。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，就发生在光之仪式的那天晚上，我们的光芒让他心生不悦。是我打扰到你了吗？那、啊、好多史迪奇哦，那是皮卡丘还是史迪奇？皮卡丘。哦，哦，哦，你偷了我的神奇蛋蛋，我的蛋被偷走了。为什么你要把我的蛋偷走？啊，捏碎了。黑子，原来叫黑子，偷走了高赛，哦，不是，偷走了赛安，偷走了高赛，偷大便这样很开心吗？偷走了高塞，你吸收了精灵之树的光芒，他将我们的命运全交在你的手中。仔细听好了，所以说这颗球就是刚刚被捏这个叫做高塞的家伙、啊。精灵之树滋养了三种光之元素。啊，而这些元素又称为尼泊尔山，带来平衡与安定。这三个元素带来他们的这个的安，那个岛屿的，哎、欸，不算岛屿，大陆的安定啊。水之元素高悬在银之树的顶端。嗯，第二个是这个风之元素，深埋在荒芜废墟的深处。哦，风之元素跟刚刚那个什么元素忘记了。啊、哦，暖之元素藏在觉知山的火焰底部，所以我们有三大副本要打啊、哦。三大副本打完之后，又来一个最终 BOSS 副本啊、哦，我都已经想好剧本了。要将尼泊尔山，那是念尔吗？还是尼尔吧？
恢复原样，我们必须尽快点燃这三的元素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好，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越过树顶的蜘蛛洞啊，那里曾经有水流过，我们要去水之山。哦，我们开了二，哦，没错，我没有念错，二可以储存游戏，点这可以储存游戏，哎，好，储存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前往。就是风之山谷，风之山谷是往这边，我们要去银之树，所以我们往右边走。银之树还蛮遥远的、啊。看看这地面，看上去不稳定，会怎样吗？哈哈哈，喜憨儿，白痴。怎么那么智障的呀、啊？啊！原来你没死，你这个智障居然没死，需要我替你刺死是吧？跳不上去啊！那个洛克人的那个超级折返跳，嘿，有玩过洛克人的都知道哈 ，X 版本的超级折返跳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。很显然的，这个史迪奇没有办法。算了，没办法折返，没办法折返，是什么？阿诺这个英勇的精灵就是魂断此处啊！请仔细聆听他的话语，能够收集我们的火焰，让我听听。又有新的能力了，你学会了冲能烈焰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按住不放，我集气了，我完全变成洛克人了。哇、哦，可以呢，要薄了，可以呢。奇怪，我不记得有这个东西啊，能力连结。这个蜘蛛洞这边有一颗，好想拿哦，怎么拿呢？去试着拿看看哦。奇怪，我们掉了下来，所以照着任务继续走就对了，没有偏离轨道吧。哎，啊，算了，来点个技能，增强冲能烈焰的杀伤力与半径，这是可以越吸越远，多吸多健康。重新点燃，好，我们点这个好了，感觉这只顾着点一排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。什么叫做按住可以重新点燃？算了，不管了。是往下走吗？看样子也不是啊。我们往上走。对面，这也不能走。这是什么邪气吗？
哦，这会移动的尖刺。哎，哦，越来越小只是怎样？哇，这个我过不去啊！哎，还来啊？啊，一直分裂呢，好猛哦！会移动哦，好加带我的反应灵敏啊，哦，不然就死了哈、哦，打不完。我大概知道那个上面那个东西怎么拿的，这下面的开关要移动一下。这样应该有办法拿。嘣！超强，真不愧是洛克人迫击炮。等一下哦。弄一下东西，我机器好像没有进来啊，啊，有机器有进来，你开关再开就跳不上去了，真的吗？那个对面到底是要怎么拿的？我也想拿那上面的东西，混想拿。还是之后有新能力的时候才有办法拿得到、啊，有可能哦。啊，对了，看到这个人在玩刺客教条，我好想买叛变来玩哦。有人有玩那个刺客教条叛变吗？有没有人有玩过啊？看他那个感想是如何啊？我是想要买啊。想要买来玩看看。哎呀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今天拿不到你，不见得以后我拿不到你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拿，是时候未到。到时候我再来拿你哈。你就乖乖在那等着我。啊，去了。前往蜘蛛洞，以后会学二段跳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是什么？大量的蜘蛛。哎呦，好恶心哦！掉下来了，死了吗？不够呀！这干嘛？不行，也可以，哎，有点恶心呢、啊，软绵绵的，有点恶啊。这也是要学二段跳才能上去的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用，用二段跳直接上来。这个东西也拿不到，肯定是二段跳才拿得到的东西。哇，这个我要怎么过啊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啊！耶，多了一个生命核心，开心，哈哈。我有五条命啦！好了，怎么过？
哦，可以耶，安全达阵。Fuck you! Fuck you! 我现在有点火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干！他妈的！忘记储存了啦！哇！我什么东西没拿啊？重拿一遍了啦！气死我了！刚才在想拿到之后就挂了。哦，走这边啦、啊，就是你有这种人哦，你是用你的念力是不是？你都诅咒我，我要重打一遍哦。各种手残了我，炸两下全死了。好像我东西都拿过了吧，对不对？欸，可以拉这么远哦，呵呵。我要在这边记一下点。对啊，如果感觉好像有摇杆会比较好操作的样子，没有摇杆有点苦手啊。哇，不够充能了。哇，要等一下是怎样？欸，上面是什么？原来上面有一个啊。不够，真的有差。我现在没办法打上面的水晶啊，他不让我集气耶，你看不够，知道怎么充能？时间到他自己会充能吗？还是哦，看到了，了解了解。打上面的水晶充能，一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这个东西掉下去，我就可以踏了嘛。不过在那之前呢，我先拿这个，哈哈哈，开心。不要再死啦，不能再死啦。保存，嗨，太好了，终于。耶、yeah, ，三颗了，太好了！
来点技能。在地图上显示大多数的捡食物。建立灵魂连结以及恢复一个生命核心。建立就恢复一条命。充能花费减半。好、哦、恢复两个。那能允许哦在干净的水面下呼吸。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点。在地图上显示能力核心。好像每个都必点的样子啊。这最后一个。充能四次。感觉好像这上面这两个技能是一定要点的，因为它会点到后面超级防御啊，类似什么三段跳能力标记啊，能量效率啊，生命效率，地图标记，对，这个是类似地图级的地图取向感知，能看穿墙壁发现隐藏点，这个后面再点，我觉得这个是过关需求的东西，这个先点，我觉得这蛮重要的。尤其是这个能在水底下呼吸，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之类的。啊，三段跳这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一环，没有三段跳你过不了那个平台。所以说我决定点这个，呵呵。不会老马的啦，你放心。看我动作这么的灵敏。超级灵敏，哎呀，灵敏，无可挑剔，请给我十分，谢谢。喂，喂，这是什么？蹦，过不去了。哦哦，有点痛啊，大哥，不要这么凶嘛！哎、欸，上不去。哦，加好多、哦，你好肥哦，肥滋滋呢。你是超级肥滋滋吗？哎、欸，我上不去啊！那莫非这又是二段跳？啊，真的是！啊啦啦啦啦，哒哒哒哒。噔噔噔噔！哎，这是啥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也推不动他哎、欸！无法推。好多神秘的机关哦！是哦，以后的用途就对了，学技能可以用的，可以拿压下去。哇，没有能量啦！来人啊，我要多一点灵魂石。不能充能啊。有嘞。先拿这个。一个地图碎片。然后拿完之后要重走一遍。凶巴巴。凶巴巴
你把我打下来了，凶巴巴！哦，欸，这个很多欸，这个很肥欸，30欸，哦。哇，好广哦，很肥耶！我觉得这样练就好啦，练到后面不成问题啊，怪一直重生就饱了。抱歉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爆这个会耗我的那个啊，还是不要乱用好了哦。你看我现在没有集气功能了，哇，那是不能乱用的啊！啊啊啊！我也不能储存了，太棒了！嗯嗯。哎，阿德，下面这怎么办？过来一点啊，大大！哦，爬上去了，哎，是可以呢。掉了，为什么这么不听使唤呢？我明明就是要打。喂，大大，哦哦，为什么要代替你爹？假如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什么？你会搞想干掉还是继续？干意无限，心中充满了干意，好想骂100次。骂100次的啊阴阳阴阳，嗯，100次的，嗯嗯嗯嗯嗯，哎，上来了，呵呵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游戏的宗旨就是千万不要太滥用你的灵魂连结，嗯。哦，不要太滥用你的灵魂，这样子会使你无法储存，然后你又他妈的要重打，太可恶啦！唉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先拿这个好了。哎呦，我又要重走。
错，是去买手把才对。哎，我一直都习惯用键盘玩游戏耶，突然要我用手把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下个月再买，我已经透支了。你看我这个月买多少款游戏了啊？哦，这个月买了一大堆耶 ，GTA 5，然后这一款嘛，然后又《边缘禁地二》禁《边缘禁地二》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？我还买什么？我还买那个 BI 二哦，饥荒哦。然后我还买那个什么东西，忘记了、欸。说实在，我忘记我买什么了。记录啦，太可怕了。目前最好的方案就是多留一点那个，多留一点你的灵魂，不要太滥用。非必要之时不得使用灵魂攻击，灵魂集气攻击哦，以确保进度可以安全的落实，不会遗失。SOP 守则，老头的 SOP 守则就是这样子。这要重打。啊！我不小心给他射了下去，太冲动，我就射出来。冲动，太冲动，我就射出来了，真的太冲动了。刚有人出菇，有手把和用键盘，死亡至少差一倍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有手把欸，我的 PS3 卖掉啦，没 PS3 也不能接啊，我没有手把、啊，没关系，我要造就那个我要那个推翻他的出菇啊，我看我现在死亡次数几次啊，这边有没有显示死亡次数几次啊？好像没有显示欸，排行榜，呵呵。老口，那种叫老头，死亡14次。欸，哦，他是以看 12% 的来讲。哈，死亡20次啊 ,49 次哈，嫩逼。啊，这个 28, 哇，这个7次。哦，那这样子我看 ,1,2,3, 欸，我第三名呢，哈哈。我这样还有第三名哦，呵呵。太棒了！有第三名我就很开心啦，不能再死了齁，再死下去我就没有第三名了。等一下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记录。来呀，嫩逼！哟呼！这是要怎么那个啊？他怎么就这样自杀了？是要引他去撞这个鬼东西，是不是？再试一次。Hello， 没有屁用啊，完全没有屁用。这样我们离任务越来越远啦，我觉得我们不该闯进这个地方的，这是是非之地啊。我们应该先继续前往那个任务才对。自爆虫。啊！やめて！やめてください！哎，不要乱射啊！我告你妨碍公共危险罪！哇！我去了。立马点下技能，
充能火焰效率花费减半。我有点想要点这个充能烈焰，可是每次充能之后就有点浪费。我还是先点这个好了，我要减一半的伤害，超级防御，耶、yeah ！太早喊啦，血还那么多，我一定能够推翻的，你放心。啊！啊！他想用他的肥屁股压我，算了吧。我、哦、哇，抓鸡鸡！这个蜘蛛会抓鸡鸡，然后抓完鸡鸡就舔了一下自己的手，然后还说是还说咸的，嗯，然后咸的说完之后就走掉了，这样子。抓鸡鸡蜘蛛人。我是觉得攻击可以放在最后，对啊，我也这么觉得欸，我觉得那些该点的先点一点哦。我打算把攻击留到最后再点，呵呵。哇，哦，我力气有这么大哦。耶、yeah, ，记录点。耶、yeah, ，这样子我就不怕死掉了。这种东西最简单的好不好？你看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阻碍的，被卡住了、欸。哎呦！哎、欸，大哥，差点！老马几率上升中。当奥里为森林带来光明和蜥蜴。其他人却放弃了投向黑暗与恐惧。哦 ，Spider， 你就是刚刚抓鸡鸡的那位男人吗？喂，还来啊！荒芜废墟来了一个古门，我们一定要盯住他，拿回被他偷走的东西。是的，我们来偷。这个就是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是什么？高塞，请诉一下高塞。没有水之勇就没有银之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去把他抢回来吧，那个摸鸡鸡蜘蛛人。Scoring 欸，好会分裂啊！刚看了一下我的死亡次数348，哦，呜叽叽，呜叽叽，348算少了吧？呜叽叽，呜叽叽。呼叽叽呼叽叽，呼叽！看，适时的保存一下哈、哦，比较不会有那个争议哈。你在大声什么啦？哎呦，这三小，啊你啊喂，就怕耶呢？哎、欸，等等，有话好说，大大们。我向来一直都是很理性的，请你们也要理性的跟我协商一下嘛。这是三小啦，冷啪啪的，哦，嫩逼，哎、欸，还没死，不让我下去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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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
呵呵，看起来有点滑，有点好笑哎，像蜘蛛又像青蛙。哦 ，no no。哎，为什么他一直？十六次了，我是第二名，感觉比这个好无聊哦。这样子第二名也没有感觉很爽啊。让我吸吸。啊，我按到了，我又射出来了，真不小心啊，一紧张我就会射。这个坏习惯一直都改不掉啊，所以我常常跑警察局啊。摸鸡鸡蜘蛛人，哎，没有屁用啊！哦，哦，原来是要这样子过啊。有本事过来啊！这个嫩逼，这里有什么？不，呵，飞走。这是哪里啊？赤金沼泽。先吃一个好了。我们好像是要走，他往那边走吧。我们要去把他的那个手上拿那颗蛋蛋抢回来。来，就是炸这里，请你炸这个地方。Yes， 然后再请你炸这个地方。Yes， 炸这个地方我可以干嘛？来，请你吐，请你射我。啊，对不起，错了。我被射死来吧，射在我身上吧，很好。哎呦，有点痛哦，拿一下这个捂一下。来吧，把你所有的都给我，快点，全部都给我吧，快点啊！来来来来，这是能干嘛？来来来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不要吝啬哦。有了，我成功的来到了这个地方。哦，有点猛哎，这个。存档，我不再是白痴了。啊！去了啊！又去了。呵呵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啊！快点！哦！哦！慢慢来。慢慢来，嘿 ，yes， 小意思，完全就是小 case 啊，呵呵，算什么？哎、哦，有点痛，
我怎么上不去啊？长压，哎，长压也没屁用。传说中的长压，我到现在都还没使用过长压跳跃。长压跳跃。哎，等一下。好了，fuck， 又要重走了。来来来来，哦，啊，有点硬啊，不不，存档。哦，这里有个记录点，那我就不用担心这么多，他把我的体力都补满了。哇，等一下应该要打头目是不是？就那个鸡鸡猴子的。哇，下去追他好了。哦，可以耶。吼吼。哦，我刚才开了某个门而已，你就这样让我掉下来啊？嗯，完全过不去。接下来要怎么走啊？我们走下面好了。找到地图了。差点。没开启那个地图。哇，这样子走回去有点辛苦耶。往这边爬上去。这个是回不去的啊。算了，我既然都掉到这个地方了，我觉得将就一下吧。哎呀，差一点啊！来来来来，嗯，加100哦，好多，太好了。愚蠢！
哦，这边有一个，也是我的不起眼啊，我快死了，存档。他这是要几个啊？两个，我只有一个，另外一个会在哪里呢？啊！被夹死了。另外一个会在哪里呢？啊，再见。这样比较安全。我知道另外一个在哪里了。我知道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里没有路可以走。在下面啦，下面的右边，这里有迷油。哎！啊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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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有点强耶。蹦！嗯，其实不难打嘛，干！好简单哦，这个完美的 tempo， 阿干，小嫩逼，不过如此而已嘛。不过如此嘛，哎。啊！哎、欸，不用重打、啊，呵呵，我要重打，重打就磕巴了。我们一开门，刚又重走了哦，唉，还是有点累啦。等一下，把那一道门打开之后，我就休息吧。明天再玩，呵呵。这是一款不错游戏啊，让我恨得牙痒痒的游戏啊啊，气都气死啊！也过了，3D
哦，要两点呢，晚点再把它学起来。好，就在这里结束吧。好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哦。那我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在我的频道左下方点个追随哦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顺便在我的脸书专页上面按赞啊，谢谢啦。好，我们明天见啦，明天晚上9点后见，拜拜。